但我故意叫严秘书老板，看他是什么反应。先生你好，这边一共消费260元，请问怎么支付呢？我们家都是我老婆买单的。你刚消费什么？老婆呀。我来。原来这么好用。你刚才干嘛突然叫我老婆啊？哎，不是，你总让我假扮你男朋友，我这一下子交顺嘴，他没改过来。下次别乱叫了。嘿。哎，严秘书，我鞋带开了，你帮我系一下鞋带呗。哎，哪有女生给男生系鞋带的呀？哎，老婆，你就帮我一下嘛，我没手。别瞎叫，这么多人呢。哪有人？那你帮不帮啊，老婆？帮。准备加大力度。Later。我跟你讲，就这个装备，我打了好几天。上班时间玩游戏，小王罚500。不是，你们这不是。谁带头？他的不是，不是你自己玩就算了，你怎么还带同事玩呢？哎，这知道了，老婆，以后不会了。你在公司乱叫什么呢？跟我来办公室。哎，不是我，在外面叫就算了，在公司别瞎叫，影响不好。哎呀，我这不就是工作做完了玩会游戏吗？你打算和手机过一辈子？哎，没有，老婆，哎，就打了一会儿游戏而已。这你手机？你什么时候换的苹果14？我这个苹果14在左下角链接领的呀，全新正品带发票，还支持全国联保，我哪敢骗你呀？你这产品生啊，现在才告诉我。哎，没有，我其实还给你准备了一台华为 Mate 50，你看已经包邮在路上了，我这不就想给你准备个惊喜而已嘛。你这意思是我也能领？那肯定啊，你现在点我左下角链接，然后点礼不立即下载，上线注册，填写收货信息，苹果14直接给你24小时包邮到家。嗯，那你想玩就玩吧，但是。只能在我办公室玩。哎，知道了。哎，下班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陪我去逛街。不是，哎，逛街？不是，逛什么街呀？我最讨厌逛街，浪费时间。你都叫我老婆了，陪我逛街怎么了？哎，不是，哎呦这。哎，你看这几件怎么样？不是你看这衣服干啥？你都叫我一天老婆了，我不得准备准备？不是，你准备什么呀？再说这衣服你又穿不上。谁说这是我给自己准备的呀？我是给孩子准备的呀，你说是吧？还是他爸？啊？